那么今天我们这本书也是我们文官学院有一个专家小组，通常都是麻烦柴松林教授担任主席来开会决定的，每月一书里面的一本。那么当然在这个里面，刚才这个我们廖副院长也开示过，一共这个公务人员的阅读有4大主轴，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是管理，一个我们讲的是励志，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讲的是关于政策面，那么我们这今天这本书是比较偏重于人文战略多一点，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所以特别请到我们现在这个有10本著作的胡琴坊女士，我希望能请她请坊来一起跟大家来介绍。那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有福气，因为我们可以读一本书，我们透过一个作者花那么多的时间，比如说这本书是5年的时间前后的文章，他用5年的心血，透过他的眼睛，透过他的头脑去了解一些的事物，然后汇集成册，然后分享给我们大家。所以我们是何等的这个荣幸。但这里面因为他主要谈的胡小姐的世界很广
然后后来他自己学成回国之后，因为一个机缘，那么他在1999年，民国这个88年的时候应聘到香港，后来香港的公司又派他到上海工作，然后他有机会到北京，然后后来又他现在又住在东京，所以可以说就华文世界或汉字世界来讲的话，东文也是在属于汉文化的影响的这个周边来讲的话，他是我个人觉得他很幸运。那么他这个本书的英文名称叫做 My Generation， 那么这个 Generation 的这个我们刚才也交换过一些看法，那就是说所谓的这一个世代不只是10年，可能20年，可能是30年，前前后加起来。那么照胡小姐所讲的，他是属于什么世代呢？套台湾的一个俗话，是属于这个念书的时候刚好碰到美丽岛世代，因为他书上有这么讲，说他在念台大的时候在校园里面就静坐，校园里面静坐是干嘛？是争取教授，争取教授治校，同学自取所谓的校园民主化，然后就一路做到中正纪念堂。这中正纪念堂是干嘛？就向我们的政府争取更多的什么，更多的开放，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等等。所以终于我们政府在民国这个78年，我应该没记错的话，我们就解严了啊，然后也鼓励可以开放到大陆上去探亲了啊，然后报禁这个党禁也都解除了。然后这楼下来的各位比我还要熟悉，我们台湾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可以说产生很多很多的变化，也走过了所谓的这个宁静革命，然后政党轮替也2次了，我带来了许多的新的价值，带来了许多新的一种不同的思维，但是也很多人在这个时代就迷失了。所谓的迷失呢，就是说在这本书里面第18页他有讲过，他觉得说像他们这个时代一出生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都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70年代有一个世代叫做 The Lost Generation， 失落的一代啊，大家可能也看过这卡夫卡所写的这本《失落的这一代》，代表的是当时像沙特、像卡缪这些西欧的哲学家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个存在主义。那我们人类是不是要继续生存？生存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一个 ethics， 一个伦理，新的伦理啊。后来沙特是把新伦理完成了，对不对？但他来不及去倡导，他也上天堂了。那么当然留下很多的。那么这种呢是全球化的，在美国有没有失落？有，美国的失落是内政，他一直到我们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金所谓的我有一个梦，如果他没有那个梦，今天就没有奥巴马这个黑人白人的混血儿可以当美国的总统，美国总统一定是白人，因为民权法案1967年在美国詹森总统的时候这个通过了以后，黑白可以混校，在那个之前，白人读白人学校，黑人读黑人学校，黑白不能结婚，就算你结婚了，人家会有异样的眼光来看你，社会大众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所以在美国来讲，那个失落的一代，美国解放黑奴，林肯的时候，1776年已经解放黑奴了，100多年以后才真正的解放黑奴，黑人才可以跟白人平起平坐，当然亚裔还是差一点，还是不行。所以林书豪那么样的辛苦啊等等，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我们秦昉女士所代表的这个 My Generation， 对我们来讲是有一种很深刻的意义的。我想我就只是做个开场，我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秦昉来谈一谈你书中所谈的您这一代人的一个成长，一个对于这个社会的一种看法。我们轻松的谈。大家好，大家晚安。我叫胡秦昉，那我就是一个台湾长大的孩子。那这样说好了，就是因为我从以前长大的时候，我就不觉得我是一个很特殊的孩子。那我一直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孩子，然后就这样慢慢长大，然后我就是很安静的看着我的台湾社会一直在变化。那当然，我的生命也跟台湾的整个成长跟改变也交错在一起，所以我在我的那个这本书的第一章就讲了我自己在这个台湾社会成长的时候，我看是台湾如何变从一个比较政治威权的社会变成如今我们现在熟悉的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
那我其实写这本书的起源是很简单，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该做的事情就做了，就是长大念书，然后去美国拿个学位又回来工作，然后1999年就不知道，就是因为一些因缘际会就去了香港。去了香港了以后呢，我就才意识到一件事情，我真的是一个台湾人，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状态是跟我小时候拿着护照去美国念书当一个学生，或者是我拿着护照去欧洲旅游那个观念是不一样，因为那个东西是一个游客的动作，也是一个游客的心态，所以你去到外面，你只是在观察整个社会外面的世界，然后你吸收那种养分，然后就回来。可是你终究是回到这个环境。那我到了香港，其实那个动作就是我要去我就是要去适应一个新的社会。那我就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社会，就是他们既跟我们用相看似同文同种，又完全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异国。那我就开始思考这个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找了一份工作，然后那个老板就把我派到大陆去，因为那时候香港人开始在大陆积极的投资，然后我们这种会讲普通话的台湾人变得非常好用的劳工，就马上被送到大陆去工作。那送到大陆去工作的时候，我又意识到一件事情，那个国家对我来讲又是有一种既亲密又疏远的感觉，就他讲的话我都听得懂，然后他们念的书也跟我们差不多，可是我们怎么差那么多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就是说明明你会觉得是一样的东西，可是几乎是不一样的。然后我绕了一圈以后，我再回到台湾，我又变成另外一个人，台湾人也觉得我很奇怪，就是这时候我一直在，所以其实我在过去十年，因为有机会，就是刚才顾老师讲的说，这是我的幸运。我刚开始一直觉得是我不幸，因为我觉得我命好苦啊，我怎么样离开我温暖的家乡，一直去外面打拼，然后我每次进入一个新城市的时候，都要重新开银行账户，然后要去当地的警察局去注册。就我每次在做那些动作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外籍劳工进到人家的家里面去打工的时候。我真的说觉得非常辛苦，我过去十年的来的人生经验都一直不断的在适应新环境，可是现在被顾老师讲起来，其实真是一个幸运，因为我因为这样而有机会认识了，刚才顾老师也说这个名字是他发明的，叫两岸五地。那我自己书里面只写到的两岸四地，就是四地当然就是大陆、台湾、香港跟新加坡，可是这个五地是澳门，我居然给他忘了，真是很对不起。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奇特的一个人生的经验我就在思考什么叫华人，尤其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人对这个身份认同跟文化认同也是很纠葛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华人，什么叫中华文化，然后就一个台湾社会，我们要怎么去迁入这个版图，然后继而迁入整个全球文化的版图，我一直在想的是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这样陆陆续续写了一系列的文章，然后才又把这个东西兜了起来，这样子。我这边可以插一个话，就是说刚刚这个前方讲到说他到香港去的时候，香港跟我们太像。为什么太像？曾经有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到我那个时候馆里来访问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他说我们香港跟台湾有一点是完全一样，他说我说对，我们都是用的繁体字，他说不对，你应该讲正体字，我给他鼓掌，正体字那正体字用的是正体字那么正体字要比繁体字更好正体字我们传统这么讲。